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坦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又是一款，又是一款这个神话的背景，应该是以《山海经》啊那些的神话那些角色吧，来做的叫这种放置型 RPG 手游。那里面应该有很多大家都很常看到的角色，名字都会取得很特殊这样。那我们比较少在看这些，除了像这个夸父追日，这个小时候看那种有没有？那个童话故事会看到吗？踏破山河这些的有没有输出啊？那会分享最神的阵容，还有史上最多组的礼包嘛？非常多组的隐藏版的需要独家呢分享给大家。那实际兑换测试都是 OK 的，最神的阵容，最强的手抽，最爽的转蛋，那开局可以无限刷，反正你没有刷到再重开一个账号就好了，刷到你爽为止。好，那进入攻略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登录就看到他说开场会送豪华大礼啊，反正开局就送很多东西。八蛇不是乳蛇、啊，这个画面很熟悉啊，我什么都觉得他们的很多手游的画面都似曾相似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好像在哪里看过这样，玩太多手游就这样。有可能是换皮，或是说改一下角色的界面或什么的，因为实在太多长得很像啊。画面跳过这个对话，其实也有像什么小妖问道啊，或什么的那种，太多这种玩法的都很像，画面太像了。然后很多都是喜欢用那种古风。什么封神榜啊什么的角色，这样我们来看一下，对啊，这很像小妖问道的角色啊，人物长超像，来强化一下，拿到一个鸟头人，鸟头牌西河。不是那种封神榜，要不然就是什么山海经吧，大概是这几种。他们很最近很喜欢出这种山海经系列，要不然就封神榜系列。看旭哥有没有讲对，等下来看一下。因为旭哥在玩之前也还没有确定这个背景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玩过就知道了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什么后土啊什么的，幽都。玄鬼山海经吧，猜一下。好，大致上玩法是这样子，就是抽角色，然后站桩小人挂机放置这样。界面也很像小小仙尊什么什么小小仙尊或什么，反正蛮多的啦，差不多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。总整理了，好，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右上方会看到一个兑换码，这个礼包码、虚宝码、序号兑换码一样，礼包兑换码，反正礼包码、coupon优惠券、CDK。好，那我们就输这个 VIP， 然后6666 VIP 6666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爽拿一波这个修为，再加上这个精华，仙灵精华。接下来帮大家找到一些隐藏版 ，FBGIFT99，FBGIFT99， 接下来确认。这个有1000的仙玉，然后仙灵精华，还有转蛋券，高级转蛋券，然后 LUCKY66。LUCKY66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爽拿一波，才给一张而已，会不会太抠了？一张转蛋券，这个有点抠啊。啊，这个 GIVEME5，GIVEME5， 这样按确认。这个100仙玉，再加这个钱。接下来是 Weekly Gift 192。
WEKLYGIFT192，请按确认。哦，有给钱再加两个转蛋卷，那其他来测试一下，看其他的可不可以。666，这个不行。888呢？再多一个八 ，VIP 8888，不行。哎呦，它还藏得很好呢。9999，看一下，不 OK 啊。哦，这个不能换。777呢？好，所以大概帮大家测试出来，可以用的就是这些隐藏版的序号，蛮爽的。然后右上角信件的话，这边还有转蛋券，然后仙玉高级技能就一样，资源可以拿。哦，哎、欸，拿到一个三星角精卫，果然是《山海经》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《山海经》还是那个《封神榜》精卫？好，反正就差不多，都是这些啊。旭哥果然猜的没有错啊，好，果然就是拿这些东西啊。接下来就是来抽吧，可十连了。好，转蛋券，哎、欸，刚开始蛮多的呢，直接拿 T0神角了，直接刷手刷刷起来。那假如没有刷到，你在账号删掉再，他这个账号不用注册了，所以你再删掉再重开就好了，这可以无限刷。你就直接换一个伺服器应该也可以啊，他有很多符嘛，就换一个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虎头哥，有个小兔妹，这个看起来是《山海经》的角色，什么貔貅，有没有？又是精卫，哎、欸。性感小妹子，苦头哥，然后小兔妹，好像都这几只啊。长椅，该来了吧？来一个金色的吧。哦，来了一个不一样的，名字都很难念。好，只能这样讲。风伯、瑶姬，你要摸吗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好。必得传说，他只要抽到一定程度就会必中传说。好，那我们花仙玉来抽好了，反正就抽到爽为止。夫猪，这个鹿头哥、鹿头妹妹，名字都很难念的、啊。好，来巨笔，献祭爆发啊！传说神角入手了，爽。哎、欸，真的蛮爽的，反正是免费的嘛，爽抽一波。好，玩法大致上就是这样。然后游戏啊，就可以拿一些好用的神角，然后布阵图鉴都可以去解，这样可以解这个图鉴，解完还可以拿宝箱，可以要转蛋券资源这些东西，算是一款可爱的手游啦 ，Q 版风。然后你喜欢收集角色啊，收集妹子什么的，可以来玩一下，收集一下。然后里面有很多仙灵啊，像是这个最强的神角，超稀有，神话的混沌，这一看就知道是最强等级啊。晕眩控制啊，石化，这种一看就知道是最猛的。什么天舞超稀有，那种蛮帅的。还有东皇太一啊，这些大家有在看那个他们中国的一些古装剧有没有？这些都是很常什么应龙这个妹子，这个好像是他们最推的开局的神角之一啊，应龙很好用，火属性的输出啊。长得又蛮漂亮的。寡妇追日嘛，对啊，果然是山海经啊，还有西河，还有旭日光芒啊，旭哥，旭日东升，啊，这个是看起来像奶妈，有一些奶的技能，治疗的技能，几个都还蛮推的，混沌啊，然后什么东皇太一，然后什么应龙，应龙好像是开局拿来用，算是蛮实用的一些 buff。暴力收割，这个就输出吧。
收割应该是拿来收头，群伤克星啊，这个都是蛮好用的神角。然后奶妈的神话角，祝融，我乃火神祝融，火神祝融，这个是全体的 AOE 火力输出，技能组的都不错。有爆伤啊，暴击啊，然后全体输出，然后燃烧伤害，都还不错。好，那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